今天在家里，所以造型什么弄得有点随意啊。你们要看的 Chanel 的那个妆面，我今天给你们出出来了，这妆面真的还是很洋气的。我今天是做了这个黑长直的头发嘛，所以我就把眉形稍微改了一下，因为那天是刘海嘛，反正也把眉毛都遮住了。我两种眉形都画了，你们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眉形去画这个妆面，画完差不多这样一个效果。那美瞳戴的是灰色的，因为我当时拍 Chanel 那套的时候，我本来想画一个欧美妆面的，穿白毛衣嘛，然后又配那样的发型，我就觉得要温柔一点，所以最后又改成了这样一个妆面的。无意中呢，这个灰美瞳又很搭这个妆，所以如果你们要画这个妆面的呢，比较建议去戴一副灰色的美瞳这样，然后扎起来呢，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也是一个很实用的妆面，希望你们会喜欢。如果对这个妆面感兴趣的话呢，接下来就看视频吧。今天是在家里，然后要给你们拍一下 Chanel 的那条，你们不是都很喜欢那个妆面吗？我从迪拜回来之后就开始爆痘，要死了，因为一直在倒时差。我最难受的是这一颗，这颗是什么啦？我从来没在脸中央长过，我看着我这发的痘像水痘一样的。今天呢，底妆用的是新款的这个雅诗兰黛的白金养肤气垫，你们看这个颜值好好看啊！我拿到手的时候就在那边哇，因为跟一般气垫长得都不一样，它这个真的是神仙颜值，所以它又叫它神仙气垫。盖子上面呢是一个宝石。直的切割设计，你们看一下这个金属搭扣，是我觉得气垫最特别的，一般气垫都不会做成这个样子，它是往边上一掰之后打开的，然后再这样合上，然后再是里面的粉扑啊，也很不一样。一般粉扑是全圆的或者是水滴状的嘛，它是四角宝石形状的一个绒面粉扑，所以这两个尖角呢用来处理眼下细节啊或者唇部细节就很方便。然后反面呢它还做了花纹的，你看到吗？最重要的就是里面的芯子，是不是？我上手给你们看一下啊，能挤这么多。因为之前的白金粉底液就是口碑都很好嘛，就是那种遮瑕度中等偏上，然后光泽度很好，我觉得最有特色就是不容易暗沉。它这个气垫特色就是里面有雅诗兰黛最顶级的白金线的养肤成分和多种珍贵宝石的精粹粉末，你拍上去好像觉得它是哑的，可是人家的光泽度又很好，而且是那种很白净的一个光泽度。然后先上半张脸给你们看一下效果啊，我先把这半边脸的痘痘给遮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你看这个尖角就可以处理眼下这一部分哦。色号用的是 EC0， 是不是很漂亮？好奢华，它里面还送一个气垫芯的，一个气垫两个芯子的，你看里面还有个大绒布套子。它遮瑕度呢属于中等偏上一点点，像这种特别红的它就比较难遮，然后但是像这种痘印它是比较好遮的。粉质呢很细腻，上妆的延展度也很好，就是跟白金粉底液使用感受我觉得是一样的，它就是变成了一个气垫的便携形式。我鼻子也就上一半，给你们看看，它遮盖毛孔的效果也很好，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就没有很厚重的这种妆感？这半边上的和这半边没上的，明显就是均匀肤色效果特别好。这个光泽度我一定要夸一下，就是这种你要动一动它才会有的这种光泽度，不是像韩国那种很夸张的水光肌啊，就是那种很高级的散发神仙迷人的宝石光泽感，很快就上上去了。你这手指碰上去就也没什么手指印的。我给你们看一下，我这半边的鼻头还没上，这一小都看到了，鼻头的毛孔还挺明显的。你看这边上了之后，毛孔就隐形的非常好。你看这边我还没处理。就是这个样子的，你压进去之后它的鼻翼就变得很干净，所以它遮毛孔能力和遮红啊均匀肤色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很多粉底液都是有针对性的，你们每个人的皮肤状况也不一样，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皮肤的一个状况和需求来挑选粉底液。我白金粉底液用的是黄一百，这个呢是粉调一百的，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光泽度真的很好，有没有一点就不是那种油腻的光泽度，在气垫里面算很好看的。然后先叠成这样，等一下再重点去遮瑕。 Chanel 的那个妆面我真的是忘得七七八八了，真的是不记得了。接着还是老步骤，拿 CoverMark 这个超强的粉底膏来做个瑕。顺带把眼下的也一起做了。眉笔我用的是 Stone Gray 这个色号的，眉头画下来一点，但是呢我又不想要笔笔直一条的，所以是从上往下这样跟着毛流走，隐隐约约的画出一条就是底下的一个基线，接着呢差不多就是跟着自己的眉毛形状走了，就是属于是有眉峰的这种眉毛，然后眉尾稍稍拉长一点，但那天是有刘海的，所以我觉得眉形什么的你们应该也没有太 care 到，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形状。眉距是画的稍微有点近的，所以还是要画几根假毛流出来，我好像是画了三根假毛流，先这样吧，不行再擦。差不多就是这样。染眉膏呢用的是 Kate BR-2 色号的，然后把眉毛这样染浅，因为今天的眼影呢也是那种带点金金调的，美瞳呢戴的也是灰的，这种金金棕棕的眉毛会比较好看，整体比较和谐，就一下子比刚才柔和很多。然后刷了染眉膏之后呢，有些毛流的部分就像这边你看缺块就看上去很严重了，对吧，一下子就清晰了，这种时候呢就要去重点的再补一补。而且镜头里面的妆面比镜子里面的妆面真的要苛刻很多，现实生活中看已经很好看了，但在镜头里面还是不够精细。但我觉得我那天的眉距好像没有画那么近，真的今天好像有点过近，不行，太近了太近了。
然后就是我最丑的眼影。为什么丑呢？因为我真的不记得我当时怎么画的了，记忆力差真的很要人命的。我那天记得非常清楚的是我用了 Huda Beauty 的这一盘，因为我新眼影一般都会去用来画图文玩的，直接拿这个珠光色，我直接拿它做了一个大范围的晕染，从后往前晕，一直晕到这儿，反正范围呢就是一个这样一个大眼窝的范围，然后把眉骨这边晕染开。那天眼影我记得是画的面积还挺长的，我感觉我记性啊就已经差到几乎失忆了。然后眼头的这边呢可以画重一点点，区域也不要太大，就是眨下来的时候你能看到一点点红红的就好了。同样的颜色带过下眼影，但重点部位在眼尾，然后眼尾部分再加深一点。接着呢拿这个颜色，里面这个带点晶晶的，画在双眼皮褶皱的地方。接着我还拿了一个红红的颜色，可能是 Pat 里面的这个红，去加深了一点眼尾。这个颜色呢画在瞳孔内侧这边这一道，然后在眼尾眼角的地方再带一点。双眼皮褶皱这个金色的颜色我好像还铺了点在卧蚕这里，稍微星星点点的点一点就好了，淡淡的那种。然后很重要的一步是这个颜色，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因为当时我在选这个金色娜塔莎里面这一盘啊，绿盘，这盘真的很好用，因为它颜色非常非常多，我选了里面最金的这个颜色，整套妆面我就记得这个最清楚。眼妆部分的点睛之笔，把这个金点在了眼头，而且这个金哦也是很难找的，不是每一盘的金都能做得那么漂亮，真的很黄金的颜色。再拿第一个橘色去盖一下眼窝，再拿遮瑕刷把边界带一带。接着呢画一个黑色的内眼线，用的是 DJ 这个牌子的绿色的这支，就是它头是扁扁的。好，内眼线画完了之后呢，我好像还拿了这个颜色去画了一个外眼线。我应该用了 Pat 里面的这个颜色，差不多眼尾就是从瞳孔的外侧开始画。再拿棉签把眼尾擦尖一点，粉状的眼影画眼线就容易粗，太搞笑了，我感觉自己在仿自己的妆。睫毛膏还是1028的这个纤长款。因为要贴假睫毛，所以不用太多的睫毛膏，不然很容易苍蝇腿。然后假睫毛呢，我记得的这牌子，然后12毫米的，因为这个镊子爱上假睫毛的 DUP 镊子，喜欢贴假睫毛的必入这个，太好用了。看了吗？前三簇我全部都是贴的内侧，就贴在里面，然后贴紧睫毛根部往里塞就好了。睫毛膏呢，我刚用针梳稍微又梳理了一下，因为睫毛太硬，它假睫毛单簇是比较难挤进去的，或者你们要贴单簇的时候就先不要刷睫毛膏也可以。然后眼尾这三簇就看上去眼睛长长的，我还用了 Huda 里面的这个最闪的这个银颗粒，记得蛮清楚的，是因为我觉得不够亮，然后我在眼皮上稍微拍了一点。这也真是奇怪了，不定这镜头一下就贴好了，它贴得超完美，资深老玩家得了什么镜头抖抖症是吧？眼睫毛这样画出去那条弧度跟我的眼线弧度是一样的，就很美丽了。接着呢再盖一下这个白金气垫，就是把下半部分贴假睫毛啊什么手蹭到的地方铺一点。接着来修个人，开把框修容盘，我发现了，就是正常下颌线的骨骼对吧，是这样子过来，你看我的这个骨骼下巴长的，它这条线就是这样子滑过来，短脸一点的它就是这样滑到这儿了，这块骨骼整个是往上移的。修容的时候呢，我也会顺势这样把这根骨骼这样修过来之后，这边扫阴影，就这一块普通人的骨头是没有那么往下的，所以我就要把下面这块往上扫一点，但因为如果修一整条它就很黑很怪的，所以只能从下往上晕染，这样这边看上去就视觉上会短对吧，
然后像这边我不需要做什么改变的，就是往骨骼后面扫，这样整个骨骼会更立体一点。我唯一的优势就是我这根骨头天生就是蛮往里扣的，然后有些人呢这个骨骼就是往外长的，所以就方方的，它反而显我脸短了。高光就是里面的金色高光好，现在冬天了，天暗的好快，才一个多小时就已经开始黑了。今天起晚，昨天我4点才睡着。像我下巴长的人，我高光就位置会往上打一点，下巴短的人呢尽可能的往下打，可以打到最上面，这边就会显得脸很瓜子脸，不扫下巴跟扫下巴完全是两个脸型。你看我现在脸看上去短很多，所以化妆就是为了把脸往平衡那个方向去靠，所以不要一味的别人怎么画我就怎么画，真的是一定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画的。我呢比较代表的那种长脸的妹子，之后有机会可以找一点那种短脸的妹子当模特来画给你们看看。我那天腮红虽然没那么明显，但其实是我有扫的，而且不太一样的这种腮红，用3CE 这盘，我觉得这盘你们可以买，我买的是 Purplay 这个色号的，这个真的很万能，而且很好带，因为它一盘里面六个颜色一目了然。然后我用的是这个，有点点带荧光，但其实扫出来没有那么荧光的颜色，就这一块，眼下这块三角区。然后这个气垫哦，用了之后你都不用怎么定妆哎，我觉得那气垫一般出门就不需要定妆。以前韩国的那种水光肌气垫对吧，真的虽然光泽度很好，但是一个油皮不能用的，油皮看上去一用就完蛋了。还有一个就是它手指摁上去就一个手指印，但这种就不会，所以我比较喜欢这种气垫，就淡淡的但是是有颜色的，是吧。然后扫的范围呢就是到鼻头下方，一下就不能再扫了，再扫脸就有点向下垮的感觉了。像这里我已经有点超过鼻头了，稍微遮掉一点。接着呢就是这支 Chanel 的山茶花限定系列的627，我这个系列最爱的一个颜色。哟，家里的光出来怎么那么荧光啊，哦，这颜色很骚，可好看。嗯，为什么家里的光线出来这个颜色是这样的呀，哦，现在颜色准了，就是这个颜色。唇形我跟之前的是有区别的啊，你们觉得哪个唇形好看啊？这唇形好看还是之前好看？算了，你们也不能回答我。那天棚里的光偏暖，今天的光偏冷，你看出来的颜色就很不一样，但都很好看。好了，那天的妆面就这样完成了。头发我就做不来了，我去弄一个稍微日常一点的头发，就把头发稍微夹蓬一点，因为这个妆面其实是很百搭的，如果说你要一个两边有刘海的话就更好看一点。如果说你们是没有刘海的，建议你们把眉毛改平一点，这个眉毛好像有一点点凶了，如果这个妆面的话我的眉毛可能就是平一点了。眉峰可以再靠后一点，眉尾的地方呢这里就不要笔直这样过来了，要斜切面，就是这样一个三角形。然后我再拿只黑的把眉尾这边画几根毛留出来，哦，给你们看一下，大致是这样子，其实算是很精致的日常妆，就是可以日常也可以搭配晚宴的那种造型。我要出去吃个饭。美颜相机的一个摄影啊，就把磨皮去掉之后的样子，总体来说它的斑驳卡纹还有浮粉这一系列的问题算气垫里表现力很不错的了。最最喜欢的就是它真的一点都不暗沉，然后这个粉底呢是属于不闷痘也不长闭口型的，所以就是卸完妆皮肤状态还是比较好的。我用了2次没有发现卸妆之后皮肤会变差的问题，今天已经是3次用了，等一下我卸完妆再给你们看一个皮肤的一个状况。我刚又照了一下镜子，我觉得补了一次妆之后底妆可以说是很完美的一个状态，就感觉像早上刚刚化完妆出去的样子，如果我再把口红补好的话就完全看不出是晚上夜里带妆7个多小时的底妆。我觉得你们差不多如果带妆7-8个小时到10个小时的话，中间补2到3次绝对够用了，它真的是一点都不暗沉哎，好白净好白净啊。晚上出了油之后它是越美丽型，就是光泽度会越变越好的，哪怕你补了第二次啊也不会看上去很厚重或者是很斑驳的感觉，这完全没有。你看我现在这个光泽度比白天的那个要亮很多吧，我现在是补过一次妆，看上去皮肤的状态很好。我觉得我今天对这个气垫有点太苛刻了，我今天吃的烤肉是在吧台吃的，那个烤肉的火是直接盯着我烤了2个小时，就是这样子的状态，如果不浮一点粉的话都是还蛮奇怪的。而且我真的是一次都没有补过，我连气垫带都没带出去，回来就拆了快递了，然后收拾东西什么的，这个妆效可以说真的已经非常好了。还有就是如果喜欢白金粉底的人的话，这款完全可以闭眼入的，跟白金的粉底液是一样的，喜欢。然后现在真的要去卸妆了，你看我现在补好口红再上了一次气垫稍微补了一下，我
觉得比早上出门的状态还要好。如果说你们一整天下完班之后有什么活动要参加，对不对？要喝点酒啊，或者是出去吃个饭啊什么的，这样完全就跟你出门的时候没有两样，甚至皮肤状态和光泽度会比白天的时候更好。我真的补了个口红就完全不一样，我的天哪，我真的很任性，我七个小时里面我连口红都没有补，真是对不住了各位，太随意了一点啊。这下真的要去卸妆了，再见。好了，现在是一个卸完妆的状态，我的脸就像被马蜂窝叮了一样啊，怎么这样？但是皮肤没有变差，就是跟我上妆前是一样的，没有闷出更多的闭口，然后痘痘也没有变大。昨天这颗该瘪下去的已经都瘪下去了，这个痘印你们就别看了啊！哎呀，哎呀，哦，真的怎么这么红了？就这样子，如果说就是条件允许的话呢，我比较建议你们就是粉底液都买这种养肤型的粉底液，就养不养肤的粉底液卸完妆的肤感真的差很多，很多便宜一点的粉底液妆效可能还不错的，但是你卸完妆之后你真的会觉得皮肤有点皱巴巴干拉拉的，然后时间久了还会闷闭口什么的，就堵塞毛孔，会比较容易让毛孔发炎这种。但是如果养肤型的粉底液呢，基本上是你卸完妆和妆后是没什么差别的，甚至还会让皮肤变得更好一点，像我这种发炎的痘痘什么就不会冒得更大或者是发炎的更严重这种。快去洗澡了，拜拜。这张脸毁容了，毁容了，不接。